嗨，不是，你不会是来接我的吧？啊，对啊，我来接你的。你姐呢？我姐在上面陪客人呢。陪客人？啊。她上次跟我说没客人啊。哎，我外婆介绍过来的一个人，我们也不太熟，在上面聊天呢。行呗，认识认识。哎，省着。啊？那个，这不过年吗？家里客人多，你上去可能坐不下了。哦。哎，要不这样。我陪你在附近转悠转悠。我俩转转。啊。算了吧，我怕某人吃醋。啊。说曹操账，那什么情况？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不让我上去。怎么？不方便啊？ 我跟吴白说几句话啊。啊。那个，我姐呀，她没有跟我爸说她交男朋友了。啊。但这也不能怪她，她肯定是想着相处久了，再带她见家长嘛。而且我外婆介绍了一个男的过来相亲。 沈哲要上去了，那重点那肯定得打起来呀！跟你姐相亲？不是，我那跟你相亲？啊不，也不是跟我。我怎么说？是我们三个人一起。三个人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外婆介绍她以前的一个学生过来，她想让我们三个人，哎呀，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了。反正你别误会啊，我跟我姐都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谁都不想相这个亲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拖住沈哲。 别让他上去，免得他上去就乱了套了。听懂了吗？我去跟他说一下。这什么情况？干嘛？有话就说呗。爱静，爱静在楼上跟男人相亲呢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